大家好，今年吼穿乌蝶时段来做一个创作的作品是乌竹意象创作，吼那个乌蝶诶古早时代跟即卖生活吼用即个创作来底，啊我穿即个时段吼规画图开始吼，啊佮甲画这图吼配色，啊佮做图案啊。啊，今日大家看到一幅啊，烧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把这个内容组成迄个乌蝶的英文字五字，啊，一组做一字，啊，无同的主题，吼、哦，啊，今仔咱来听这个时段，安那来讲因做这个作品的情形。我这组是南湖柳组，我今日要介绍的是。以前农村，大家拢会饲的物件，有牛、有鸡、有鸭、有火鸡，搁有羊、搁有狗，安尼。啊，谢谢。等下嘛。今仔日我即摆要讲的这个是油分子，油啦，这是咱我的社会这个咱这肉里头。有呀有啊，也是啊，所有的人是利用这个机会啊来做这个艺术品，我们看，这种啊古代的代志啊，古古代，我这个头一个我介绍的是，这元宝，元宝，啊第二个是个建筑，建筑，即摆无人咧拍车啊，较少啊，啊来这个就是咱的。背包啊，背包，我啊，这个也是背包，这个我做，啊，这个画画无去，这个是正本，本画，啊，这个是做地米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帽啊，我那里背背些吼，你无背帽啊，这个手背这我拢买。不做过啦，西施地还一大片，啊老是大倒得嘛，老倒得嘛，啊起倒得嘛，拢安尼就解决了。你西施地还有搞过，我安尼电话又我做，电话，啊这里鹅啊，哦，那边挂草挂，挂那个鹅啊，啊这里也比较难搞。那我婆养鸡蛋，那我养鸡蛋，我婆煮啊，我的母亲说，这个鸡蛋，他带鸡蛋吼，有那个鸡鸡鸡啊，阿他就不买，他嘞就是他，是我爸给他做的海，他带右边的我买的，一箱滚滚，我安还好，啊，我是第三组，咱乐云班。所做的呢，第三种款是这，英文是这，啊，但是呢，甲看看呢，像街边这个伊，啊，会使讲像真人三世的人。啊，我是伫这个作品内底啊，拢是做农作物，古早时代的农作物。即阵要看的呢，足少啊，啊，那像那甘蔗哦，算算的呢，啊，那。咱咧庙里那边老爷啦，来出一对啊，要做这个歌词呢，啊都有。啊，所以当作我甘蔗。那么甘蔗呢，古大时代啊，以前啊，它也是对咱农村有足大的帮助，而且呢，对咱国家嘛有外汇收入，所以叫做蔗甘蔗。啊，回乡即嘛关了了。第二项呢，就是。咱所讲汉族，汉族啊囝呢，确确实实咱拢食汉族大。啊，这汉族呢，啊，有名讲咱人咧食，阿毛饲猪。你早期的农村若无饲猪呢，确确实实啦，啊，囡仔要读册呢，拢有问题。你若是我呢，我若要注册，就等下呢，啊，卖猪呢，啊靠有注册的钱，啊。了后呢，韩族他确实到现在对咱也真好。韩族好啊，啊，
咱若甲下载来食，加加来食咧，对咱咧即个啊咧消化以外，对咱精神咧，就是所讲的，就是新陈代谢，大概是咱等于吃看嘛。所以较早个咧，第一个食番薯，番薯叶呢，就遐用啊，也阁有啊。那么而且呢，较早绿豆啊，即嘛是咱个咧种做退火啊。啊，绿豆啊，要煮呢，大概五块。较较实实，若要控绿豆啊，咱要来种，用烧水和冷浸了后呢，放到即个那个冰箱啊，冻定了后捧出来，靠体验来控的，它个时拢会控，这绿豆啊，啊绿豆嘛有，绿豆绿豆啊拢同款，拢是适合来食的。以外吼，对咱这个早期的建筑拢是用竹啊，所以即嘛竹啊，竹拢拆了了啊，它早呢，只要竹铺，要有竹铺。啊，遐有竹杖，遐有竹杖。啊，竹啊呢，当然是刺竹哦为主，伊咱遮。啊，山林呢是以原种竹，但是咱遮呢拢是刺竹。啊，刺竹呢撮起来，因为经济较早呢就是体力少啊，所以呢无想进去起厝，因为是安尼呢，所以拢请师傅呢啊来，即个啥呢，杂龙啊坑哦，做竹龙啊。啊，做竹笼啊呢，啊，它是一个好处。我记啊，咱家呢，啊，我出事一工，会积会进前两工，听讲地工，啊，多济。哎，竹笼啊厝呢未倒，啊，原因呢，伊个有条啊卡，哦，一支，还有一支，哦，所以讲呢，而且呢，一旦安尼个时阵呢，咱对咱啊农村呢，即个帮助足多，啊。拆了后呢，咱就顶块拢安那搭来搭麻厝，啊边呢拢搬啦，哦，拢搞即个说啥物咧？咱个讲即个土，而且呢啊自己不苦啊，希望哦互咱了解啊，会当呢互咱了解讲古早时代的代志，啊虽然即阵呢会当有滴回忆，互咱去想念转来。特别失定，啊，无想呢，啊，会袂记住，啊，啊，真呢，啊，无讲袂大袂记住，啊，讲咱就那个小过去，啊，那安尼呢，咱对咱的身体健康，啊，对咱地形呢，会增加呢，啊，互咱，所以说，咱的地这个课程呢，对咱有这个帮助就是安，啊，而且得到这个帮助，啊，而且感谢，谢谢。大家拢讲好。了，阮即组是第四组啦。啊，因为老师派阮画即个桂枝蕊就对啦。哦，即个桂枝蕊啊，以前咱农村是拢种上来做农耕的就对啦哦。拢着爱靠种出来食，即个家庭生活啦，无你也无当要食。像古早时代来，你空闲要走路咯啦。你无当去啊！你要去到里边去啊？初摆爱靠这个农作物来种稻、来接、来拖这个生活来抵咱的腹肚啦。啊，无腹肚以后啊，你对不对？哦，啊，阮所做的物件就是有迄个金瓜哦，还有樱桃、菜头、甘仔马。哦，熬牛啊，熬太龟，哦，熬迄种迄啦番薯，搁有迄个豆仔薯，哦，啊，迄拢会啊，早互咱食着，咱去种着，拢是要治咱的腹肚，咱会再当生活，无孤单时代啊，买做两只，无人食，就你无法当趁食啊，你买做，啊，日本时代咧空气吗？人啊，早啊，你啊无咯，我哩起来了，扫家去个月桥啊，啊，月光也照着，对不对？哦，上班啊，咱我啊，咱简单，啊，老师都辛苦教阮教，啊，阮第四组的全部拢听老师的话，
就叫我安那做，我就安那做。啊，因为我做含慢了，我不要了。哦，我做慢，含慢，老师咬紧，我做我做慢了，哦，啊，大家原谅，谢谢。来，第五章，阿官在做的作品哈。迄古早的迄工课啦，迄厝啦，啊，迄古怎样？迄拢古早的啦，即摆无迄个物件啦，啊，啊，咱是台生是树仔啦，哈，啊来是凉亭啊，啊来是迄个古井啦，啊，咱的厝吼，迄拢古早的代志啊，迄拢即摆咱无迄个厝啊啦，啊，啊，咱的古井吼是两室两三个古井啦。啊，咱也有厝，啊也有桥，啊啊也有迄个凉亭啊，啊，啊老师辛苦，啊来教阮遮做遮作品，谢谢谢谢。妈妈来上课，嗯，谢谢你们参与这次的课程，然后也谢谢老师，就是也安排这样的课程，可以让大家想到以前自己的农村生活有什么，然后你们可以把。自己画的东西做出来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，然后你们也让我想更了解巫竹社区的 农村特色，那谢谢你们参与这次的课程。各位我们的做过水的大哥大姐来客咯，今天呢我们很欢喜我们今年度这个课程呢，我们的梅西老师带大家完成这个作品，但你们看我就欢喜吗？哪都应该很细心啊，哇，那今天做的这个作品呢，我又再一次了解到我们乌竹社区这个历史，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感动，因为他们一手一捏这样到当年起来就上上色了，这个作品呢给我刚才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呢非常的欢喜，也很感动，这份感动呢要献给在座各位，我希望大家未来日子都能顺顺顺顺，谢谢大家。